学，身心学就是像瑜伽啊，或者身心势能，就是一些动作跟身体的结合这样子。所以身心学的英文就是 somatic， 就是索马提克，于是我们就简称叫索马，因为他就是大学伙伴，然后他要去当兵，所以他想说最后想要留下是在台东生长的回忆，所以他就想来听话带一首歌这样。好，那你的第一首。是开玩笑。